你好，想弄点啥？老板，你看宝贝看宝贝啊，这这是是一个，这是一个墨盒呀，啊，这是俺老太爷留下来的，传家宝，家传宝贝，正经传家宝。啊，正经的传家宝。俺老太爷，你知道以前是弄啥不？这，是干啥的？老咱太爷，河南这一片很香，糖浆，糖浆。土匪。俺老太爷看着可像文人，最烦人家说他是土匪，知道吧？到了我这一代，我也很烦人家说俺老太爷是土匪。俺老我太错爷，了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那俺我应老该是绿林好汉。绿林好汉，啊，绿林好汉，哦，对，哦哦，绿林好汉。能不懂这里方面啊，的宣传多少？那就是这个绿林好汉跟这个是有什么关联吗？俺老太爷穷其一生最珍贵的东西都是这，你别看他啊，普普通通，我看着啊，就说，我就是没发现有什么特别的呀。但是你看这，啊，你看这，哦，这样，这上面啊可是啊，画了一幅藏宝图啊！你看这哦，山你水说脉这络，上面的花纹是一个藏宝图？山水脉络藏宝图，哦，我还真没仔细看。你仔细看看，哦，是不是有那个有机关。有机关啊？有山哦，水脉络藏宝图，藏宝图。具体咋说我不清楚，反正很大。完就老太爷当糖匠的时候的收入，那钱财全部都藏起来了，不止这一点点儿，不据止这说一，很多。据说很多。我嘞，我为了这份宝藏，我房子也卖了，车也卖了。媳妇儿后来感觉跟着我哭，也跟我离婚了。你这是厉害呀！那你弄来弄去，这个地方这上面显示的是哪儿，我也没有找住。我这仔细研究，我也看不懂啊。你看找吧，到了没？对了，你找到了没？我没有找到呀，没有找到。我没有找到，我今儿个才过来找你来了。不对呀，大哥，问题是我也不懂怎么去寻宝呀。我是，你不懂是不是？我更不懂。你可以在家里慢慢研究啊。不是我的意思，就是，啊，我接着你拿过来。你不是干服装店的吗？你认识留人，或者说你自己叫这闹走，我也不图那大宝藏了。就是你给我一份钱，我安稳的过下半生妥了，我也不要这宝藏。你的意思就是把这个传家宝，并且啊。是带宝藏地图的一个墨盒，你说卖给我，是这个意思吧？哎呀，那我终于明白了，我听半天了，那你这想卖个多少钱想卖多少钱？啊？哎，我也不说这房子长媳妇儿的事了，你给我50万够了。50万，对，50万不够你买辆车，也不够你买房子。我租个棚你住，要是，我聊聊过下半生都妥了。那你要是卖给我，你要想清楚了。你要是把这个卖给我，你这从此就跟这个保障无缘了。是呀，啊？我看你跟他有缘。我有缘？对，真的假对，你的头非常亮，我一看你就的？这样，我跟你说啊，50万我给不了。你要是可以的话，50块钱我把这个藏宝图给买了，怎么样？啊？五十，你叫我再看看，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哦，那行，那没事，你要是啥时候想清楚、想明白了，你要感觉50块钱能成交，你再来找我，好吧？你这弄的50块钱，你叫我笑了不一好下意思，子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